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刘法藏。你好，法藏。你是从什么渠道认识方师傅的？是我一个在广州做道士的朋友介绍。你有没有看过方师傅的网页呢？有啊，我有一段时间经常会上方师傅的网站看。你看了什么？都有吧，了解一下各个画符咒啊，开光仪式什么的都有了解。比较想要全，就是整体了解一下这个怎么操作。那么你学的话了吗？有什么感觉吗？就是觉得学法的时候并没有以前那种小说书里面描写的那么神秘，但是在试刀的时候又觉得非常神奇，是一种没办法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那种感觉。那么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想在法学法之后想心愿大成的？其实小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学法，连学法之后的心愿还目前还没想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法藏，我专程从上海到香港来跟方海月师傅学习六壬仙法。我希望学好法之后身体比较好，然后可以平平安安过完这一辈子。然后刚刚试刀的时候有点害怕，因为想想这毕竟还是把真刀砍在身上的话肯定会很疼吧。然后试完之后发现其实没那么夸张，好像是真的会有法力保护身体一样，感觉很神奇啊！谢谢大家。